我们这个生命，你要怎么样把它活出精彩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你的人生不是只有现在，要把眼光放远一点，心有多大，梦想就有多大，格局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。我知道，无论跑步与人生都没有所谓失败，只要你拒绝停下来，它就跟人生一样。不管你是在人生或者是马拉松的这条赛道中，你跌倒了，你跛了脚，你一度停滞不前，甚至你绕错路了，你跑得再慢，你再喘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你完成它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马拉松跑者。什么叫做自己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当你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制造问题给别人。当你不会制造问题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就不会制造麻烦给你。而可悲的是，我们一直都不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在解决别人对我们提出来的问题。Devote yourself to this society.